不爱你我？是不是因为我不爱小明，你才不爱你我？蔡华，阿姨真的很爱你，阿姨要来不爱弟弟呢？你是我的妈妈，你讲要找我去日本。蔡华，我是你的美玲阿姨，我不是你妈妈啦。你骗我，我就知道你不爱弟我。蔡华，阿姨很爱你，阿姨没讲不爱弟弟啊，没啦。你本老小朋友在那出来吃饭，不爱。小朋友要等儿童之家，不要来家吃饭啦。我跟你们。蔡华，你紧回去，有什么代志，两天阿姨才会找你哈。不爱，我已经要跟我讲，你要听我不？蔡华，阿姨就爱你。两个孩子一看你哈，啊，你给我来啦！不是啊，我已经把哥哥，你到底要怎话无？你拿唔掉我，我就要倒去。蔡华，阿姨永远特别对你，哈，你紧穿穿啊，等你哈，去咪，你先等伊，孩子一看你乖哦。妈，我乖。妈，来，你坐下来。伯伯，彩华，行啦！你不是我的妈妈，我以后都不会再去见你。彩华，彩华，我来怪妈妈，妈妈是不得已。妈妈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彩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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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来啦，一定是我听唔到的，阿姨，不是你妈妈啦，是啦，你是我妈妈啦，你不爱你我，不是啦，不是啦。一定是我听唔到呀！聪达，你别跟阿伟玩啦，我感觉足搞笑的，别人会笑我。我的妈妈是足感怒，而且伊不爱理我，我还让别人笑。彩华，咱莫甲别人讲，就好啊。彩华，你放心啦，我袂甲别人讲啦，这是咱两个人的秘密。好不好？咱来打勾勾。伊刚刚回老爸，当你遗留的面头前来搞我考试，和我真无面子。回去了后呢？佫继续咧搞我骂骂鬼骂，一口气我吞袂落。你一定哦，不是伫讲迄个老庆的动哦，是一个老狐狸啦。伊即边就想讲哦，公司的经营权绝对袂用互伊摕去。伊若无哦，咱人家就凄惨啊呢。公太，你一定的意思是讲哦，叫你甲斗三工啦，做定哦来对付迄个老庆动。我人的生命比人好，过两天啊，当时开哪开，我混到一间公司的总经理啊，两间违法啊？有啦，你一定的意思是讲吼，只要你肯甲
你刚刚分伫个外口开的人头公司的证据提出来，咱自然哦就会当洪阿芬并盘，让伊无法度做总经理啦。公台，阿姨甲你保证啦，你这边哦，只要到三工，甲迄老气拢赶好走吼，你这个副座的位哦，你一定坐个稳当当。好，我爱上人头公司的证据。拢提互你，安尼好，安尼好啦。迄人头公司出的支票，顶条拢是阿芬的名，但我即摆将这物件杀出来，我绝对会老家话听讲不加爱。院长，李老师，恁今仔日这么半工来到阮家，是有啥物代志？没有。我跟李老师是专刚要来拜访党首长，希望伊当继续支持儿童之家，我小朋友有一个家。是啊，尚无需要一个家，我嘛真需要。啊，不过我的家已经被人迫害啊。李老师，你敢会记得当初我去求你、拜托你的时阵，你是安怎跟我讲的？真是的，我唔知道你想要讲什么。我拜托你莫破坏我的家庭，我拜托你莫让世民因为你来跟我离婚，来离开这个家。我不破坏你的家庭。世文现在已经离开我，已经离开这个家了。我无，我一再拒绝世文，叫他爱爱你，爱伊的家庭，我已经无爱伊啊。你讲的是一套，你做的又搁是另外一套。你到今麦还搁留在儿童之家，敢讲不是希望有搁较侪机会能跟世文见面？我敢上绝，我绝对无这个想法。要是。李老师也留他们儿童之家，那是因为秀文需要伊，小朋友需要伊，嘛是因为伊要找胖姐因啊。这当属定怎样？大家拢怎样啊？那是因为你大家拢叫我骗去啊！伊根本就是在利用大家对囡仔的同情心来安抚伊跟世文的关系。李瑶，世文要跟你离婚。那是伊家己的选择啊！你唔通什么代志，拢要怪李老师啊！院长，你哪会这尼啊糊涂啊？在你以前，我将世文抢走；在你以后，李秋萍是要回来吃报复的。这才是伊来儿童之家的真正目的。你何人利用你拢唔知影是？你敢是世文的朋友？你敢有资格做院长？李瑶，那时候你一定这么无礼貌啊！爸，明日把树林的代志跟公司人做一讲，知无？董事长，真歹势。我为着儿童之家的代志，要来跟你较量。那客气啦。儿童之家的代志，总是要解决的。这样，这这这。我是希望啊，林国英有打算，唔通等到。儿童之家要解散啊，阿婆这个妥当安排。那呢，我就真袂放心了。阿伯，阮这个来是要请求你，看是不是会当卖解散儿童之家，希望你会当继续支持儿童之家。真是的啊，
儿童之家的代志已经决定了，无得阁挽回啊！阿伯，只要你愿意，一定有法度阁挽回，对不？李老师，我相信你应该知影，即卖毋是是毋是要支持儿童之家，已经毋是单纯钱的问题啊！我希望。你别为难我。今晚我敢那想要啊，就用你的能力，把儿童之家改善正经以后准备的工课拢做好。其他我拢不想要讲。想袂到林董事长的决定，完全就无要改变。这拢是我的唔对啦。这那是你的唔对的，李老师，你无需要你家己阻止啦。在这个时阵。这不应该嘛，真难过。你讲想要去改机密？我改机密要从啥？可能在这个时阵，伊真想要跟你见面，真希望你甲安慰啊。我这个时阵来改机密，不是搁红讲甲真歹听。敢讲，你对这电话都无关心？我无想要关心你，我嘛袂用关心你，因为我袂用互伊误解，认为总有一天我会当伊甲伊做伙。咱袂放弃家庭，放弃一切，拢是为着你啊！伊拢是希望讲有一天你会当当伊甲伊做伙啊，敢毋是？伊要安怎做，迄是伊家己代志。伊要做啥物决定，嘛是伊家己爱负起的责任。秋萍，你敢真正拢无要给伊机会啊？你敢唔惊伊讲，你对伊伤过绝情？唔是我对伊绝情，本来任何人做任何代志，都要对伊家己负责，敢唔是？做二年前，我成全伊个朋友。我无叫伊对我负责，伊嘛无对我负起什么责任。十二年后，伊要离开北桥，离开林家，我当然嘛免替伊负起什么责任嘛。命运哦，就是安尼咧作弄人。有诶人是有缘无分，有诶人是有分无缘。你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咱不是嘛看到付出感情、付出真情的人，往往都是叫人高估，总是有法度得到伊所爱对感情的回报。院长，咱莫阁讲感情的代志，咱今晚应该。要去想办法，看咱家院统是要怎安排才好。明珠啊，啊，天辉儿童之家吼，真紧都会改善。建安呢？建安，伊要安怎哈？安，你放心啦，
我会把静安安排在上好的儿童之家，不会回家哭。啊，那我都放心了啦。阿姆，静静给你拜托的代志，你敢要搁会记？我无用别个代志哦，迄天哦煞袂记问啦。啊是讲迄种企业户的公司，迄款的制度，你敢有法度适应？阿姆，其实我对教育方面真了解嘛，真内行呢。参详是参考书啦，教育用品啊。我相信我一定会当替天展企业救到真侪客户，做足侪生意的呢。啊，不过这都要有人替我去阿董事长讲一声，我唔知有法度入去天展企业。是讲吼，我老大人哦，记忆吼是有够差啦。啊，打起落代志吼，你拜托院长去讲一声嘛是无要紧啦。阿姆，这当然嘛，你去讲才有够力啦。我相信，只要你去阿董事长讲一下。一定会好滴去。你唔通安尼讲啦。但你嘛知影，阮世文哦，当下甲撇着离婚。我即马吼甲林董事长哦，嘛毋是啥物亲家亲母的关系啦。我实在足想要甲你斗三工，也毋过吼，阮即马若见面哦，绝对无好话讲。我惊伊讲，我若替你讲话，会去害着你啊。明珠啊，歹势啦！我就想要跟你斗三工，也唔过吼，今嘛这个时阵吼，真正足不方便的。我来讲啦，是我来跟你拜托，较歹势啦。袂啦袂啦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不要紧，我一定会当靠我家己入去天山去呀。要解散，我拢知影。顺昌，你哪会知影？我是听我阿公在讲的啦。顺达，安尼恁要安怎？安尼要安怎？咱以后就无所在通住呢。你是莫烦恼啦，院长甲李老师一定会替咱想办法的。老师，院长。李老师，儿童之家真正要解散了。是啊，咱儿童之家这块地是顺昌爷公的，现在这块地有其他的用途，所以咱来搬走。顺昌爷公过去嘛对咱真照顾，咱来感谢伊哦。老师，安尼我要怎走？你唔免烦恼啦，我甲李老师会替你安排住的所在。我想要跟大姨做做伙啦，我真正要跟大姨做做伙啦。彩花，院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啦，你莫烦恼啊。大哥，真正真不愿意跟大姨做做伙啊，我要跟大姨做做伙啦。彩花，莫吵啦，你无看到院长甲李老师？我会替咱想办法。如果真正想要跟你做做伙嘛，咱本来就无爸爸妈妈，咱会当去儿童之家斗阵，第一已经真好啦。所以我才无要跟你分开啊，我无爱跟你分开啦，我无爱跟你分开啦。咱一定做做伙啦。咱若无到做伙，咱嘛应该不是去兵啊！啊，不是院长，要甲咱分开啊！你甲等了好，有啥物路用啊？庄达、彩华失恋啦！啊，不是你的不对，你为啥物要甲我分失恋？庄达，顺昌伊是代替伊阿公，甲恁大家分失恋啦。顺昌，不要紧啦。我甲聪达、彩华、嘉纯，阮是天顶的四粒星星，阮永远永远拢袂分开。就算阮无大做伙，阮还是会用见面啊。彩华，对无？对。
对啊，我是天顶的四大星星，我永远都袂分开。哎，燕母，你哪来啊？来，你来，你来。昨昏离开林家，是讲你心情一直无好，所以来给你看一下。啊，我无代志啊，多谢你。哎，这一下，啊，这是电子书包。电子书包？哎呀，这啦，就是利用电脑，把小朋友要读的册哦，拢灌伫个电脑软体内底啦。安尼小朋友以后要去好好读书的时阵哦，就唔免派遐重的书包啊。啊，这真好啊！啊，其实哦，伫天才起来的时阵哦，我就想要投资这个啦。啊，不过啊，空台刚刚分哦，一直搞我走动。啊，不过即马拄啊好啦，我离开天才起啊，家己找家己的路。哎，而且哦，我搁准备开一间公司，为这样产品开始做起。安尼真好啊！看起来哦，你并无因为感情的问题来失志，我真替你欢喜。你咧，我甲朋友离婚，家境的影响，儿童之家吼。儿童之家的情形哦，你嘛真清楚。即马林董事长已经决定要将儿童之家一块块拖倒去，啊。所以即马。儿童之家已经被解散了，包括秋萍哦，我等你无闲看，遐小朋友要安怎安排？您真正做甲这样转？谢文啊，这个感冒嘛是因为你啦。好啊好啊，阿公这样啦，我一定要因为因的需要。啊，总是这几年，拢是因在赞助儿童之家，咱嘛应该感谢啊，感谢。啊，秋萍呢？你跟我讲，你要去倒？小朋友问题哦，还没解决，你哪有可能考虑家己？啊，不过，你应该去看伊啊，较关心一下嘛。我当然想要过去看伊。啊！不过我即马拿过去看伊，只有增加伊的困扰，我看是卖啦。啊！不过你若无去看伊，儿童之家解散以后，我的确伊就会离开。安尼，你就可能拢找伊无啊。英华，我甲秋萍的代志你上了解，我放弃家庭。伤害这么多人，就是想要弥补秋萍，甲伊重新开始。我绝对对秋萍是袂死心的啦。不过即马，我家己爱冷静，把家己的脚步先打好在。安尼秋萍才会知影，我毋是意气用事，我是真正爱。心情我也当了解了，我相信秋萍给爹妈们怎样？谁问？郭能刚啊，我请你吃饭。我今晚哪有那个心情啊？同学，啊，儿童之家都要结束了呢，你冇机会好好来表示这几年来你对我的支持。天亮之前是黑暗的，雨过天晴，这你冇听过。讲好了，阿静刚啊，我看你们有理想，好，我来啊。
千秋。爸。哎，乖乖乖。妹妹。秋友。我不准你嫁给千秋。我讲的话你听无信。佩奇哦，卖干妈啦。哎，我卖马金阿姨，你都卖偷偷来找。佩奇哦。好啊，这个所在是好好。你若是不希望圣春去东河桥，你就卖个讲。你听好清楚，后摆伊若是过来找你，你就闪较远。妈。你卖哭哦。你想法即马卖甲我知，阿妈无会即马开始。你就卖叫我妈妈。姓邱。爸，我叫你今日是无听的信。李老师，你真正要领养秀官？是啊，其实那样的，我不想要领养那儿童之家所有的小朋友，但不过我无迄个能力。所以，你得选定一个上需要你的小朋友，就是秀官，对吧？我当照顾一个，我就照顾一个。我了解。一定有咖喱老师，我先出去一下。李老师，我想要请你吃饭。我是要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协助了。这是我的责任，你们请我吃饭说多谢。阿兰儿童之家特别改善了，你的动作是同事聚餐嘛，好不好？啊，李老师啊，儿童之家无爱收我，要怎做？你别烦恼了，李老师哦，要领养秀官了。哦，我领养秀官，干嘛用你？哦，好啊好啊，会用的啊。啊，要怎做？我会租一间厝，啊，大家到做伙啊。哦，好啊啊，安尼啊，我都爱请两个人啊。不要紧啊，我会赶紧去找到头路啊，我都有法度请两个人啊。是啊。啊！你去找两个套路，啊，请两个人啊。哦，好啊。你两个若是做无够吼，我阁替你找一个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来吃饭啊，院长，以后我来吃饭了。嗯，喂，谢文啊，我手边账是我卡来。啊，什么代志？我未去餐厅了啦。啊，你就当作吼，你是拄啊好拄到手边，啊，把握机会，好好甲伊讲一下。哦，多谢你啊。哎，秋萍，来，坐位坐啦。不要紧啦，我可以并坐。哎，不要紧啦，坐位坐啦，吼，来来来来。哎，小心，两位，来来来，来。啊，美女。谢礼。美玲姐。院长。朱小姐，儿童之家今家是一定要解散。是的。那呢？彩华，彩华要安怎？嘛是爱搬。啊，彩华呢？就在一边啦。我想要甲看者，好不？好，我来个叫。院长，我想讲。我甲看一下就好，我无想要伊知我来遮。是安怎呢？那就要偷偷我看。我惊面对面，甲伊讲几句话以后，
我会惊袂开脚，所以我无想要让伊知影我来遮过。好啊，无你看。回去跟你爸爸住，我拢足欢喜的呢。谢谢。嘉纯，哪里你嘞？院长要跟你分去住？我唔知啊。嘉纯若唔是去北京的儿童之家，就是河南林阳，因为伊的爸爸足怕伊，会怕人，所以伊袂用回去家己的厝。彩花，你嘞？你啥物时阵要去日本找你妈妈？是啊，你伫个日本妈妈。什么时阵会当来找你去日本啦？哦，无啦，伊足无闲的，伊无时间回来啊。我会大汉了后，才会当去日本找妈妈。我阿姨讲，日本有富士山，有樱花，过了足侪足侪的雪哦。真的哦？真的啊。阮阿姨讲，我妈妈是一个足好足好的妈妈，还佫足水足水的呢，亲像大明星哦。哇！我妈妈对囡仔足好的，我若是带伊去住，伊会足听话足听话，逐天带我去佚佗，而且我妈妈住一间足水的厝，我若是去。我妈妈会叫足多人照顾我，佮会买水衫予我穿，我就会变成小公主哦。彩花，你本来就是小公主啊。彩花，实在真对不起，妈妈予你活在我骗你一切的世界内底，妈妈甚物都袂当予你，我是世界上上该歹、上该无好的妈妈。妈妈，对不起，彩花。梁静啊，你去无用哦。什么代志？院长讲伊临时有代志，袂用来啦。哦。我来走。哎，阿米家拢叫啊，食饱才走啦。哎，来，坐坐坐坐。啊，儿童之家解散，你要去倒？我会那样收啊，而且暂时到柯先生兜照顾收啊。是的，啊，收啊确实真需要人照顾。啊，帅，你的工课？我应该是去北京儿童之家了。那呢，应该继续找咱的囡仔。请你莫讲囡仔的代志。怎么样？真是累了。啊，这件代志，我一定肯定我心肝内，所以我才讲出来。秋萍，今拄好碰到你，我希望借这个机会，甲你讲清楚，我甲佩儿离婚，是我家己的原因，甲你无关系。你心内莫想遐多啊。上会相信你甲佩儿离婚的代志，是甲我无关系。秋萍。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我不要紧，只要你相信我，啊，对我来讲就有够啊！你心内莫想讲这是你的责任。我知影我无唔对，啊，不过你的做法已经对我造成责任嘛。你千万莫安尼想我。我袂用无安尼想，因为我替你负担道义上的责任。十二年前你伤害我，十二年后你伤害。拢无借钱，啊！不过阮两个煞变做冤仇人，感觉是查某人，我会当了解佩儿想法。对伊，我会尽量来化解这个怨恨。我都是唔知影，伊的想法是唔是跟我同款。抱歉，帮你上菜。请慢用，谢谢。
林当署长，嗯，像我呢计算起来，这块地全部应该是2678.6平啊，应该是无唔对啦吼，无唔对啦。林当署长，哎，阮搁所来就是爱知影，你到底要爱搁偌久，才有法度甲阮签约定案。阮本来是想讲车紧，就法度定案开工的咧。那讲到这点哦，阮这边看唔对了。啊！你无多，刚才当初设计定材料来做销售计划。是啊，你嘛知影，最近钢筋钢材起了真尔厉害，有当时啊，搁会订不回呢。我知了，歹势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赶紧将二当之间的代志来处理好势啊，绝对袂去耽误到你的代志。啊，那咧，咱再搁联络咯。处理儿童之家这块地啊，真个真正麻烦了。没啦，老师娘，你赞助儿童之家这么多年，我拢真感谢你。你人来讲，我感觉真歹势你啦。餐厅拄好碰到秋萍，阿姨甲我讲，儿童之家要解散的代志，所以我就过来看卖者。谢伯，你起码都已经离婚啊，爱甲什么人去餐厅吃饭，那是你的自由。那等于阮第一家，你就讲你是第一餐厅拄好去拄到秋萍，那呢，阮拢第一家。是不是嘛？爱讲拄啊好，去拄着你。等你两个若真正要结婚的时阵，爱会记放一张贴仔互我，我一定会甲你叫。对啊，别人代志莫管，你走。对啊。今仔嘛拄好，直接撞到你。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拜托你，请你莫强迫厂商，让伊唔敢教我做生意。相公，是相公我咧妨害你做生意。真侪厂商拢甲我讲啊，敢讲你无安尼做心？我是安怎都要妨害你做生意？是惊你将阮天才企业生意抢走？啊，是因为你让别个查某抢去，我也不甘愿，才要妨害你做生意。我不知道你心内是安怎想的啊。江世文，恁家若是无囝，我应去买一面送你，让伊回去厝好好照一。我即马就应跟你讲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无你家己想的这么重要。你嘛知影。阮天产企业是一间大公司，阮咧做生意，哪有可能甲这种赶皮包、四界咧共顶头拜托的人抢生意？你安尼讲，甲我失联，你心内足欢喜的心啦？是啊，无唔对，无你想要？细文啊。我查某囝讲的话无唔对，我做生意原则你应该真清楚。若无人懂我的财路，
我绝对袂去当伊的财佬。你若认为你去红失良，你应该等伊好好想看卖，是安怎？有人会当面互你骗我？江先生，阮天真起呀，也是阮人家，不是一直互你看无第一眼来。我希望你回去能好好检讨你家己。你若真正有本事有迄个才调，就莫搁再利用你较早伫阮天赞企业的旧关系，四界伫外口苦行你。安尼做，我就看你开去。院长，是嘞。怎变到安尼？唉，这不是你的问题啦。我顶多也该说多少，替我安排这个机会，甲秋萍见面，会当好啊，讲一句我心内话。多谢。拢是海怪，爱袂着。